全台湾当年坐北朝南的坟是不能下葬的，都不行啊。但他竟然把它下葬。假设这个坟是找风水师来讲，这个风水师要砍头的。如果今天是金宝山，金宝山的工作人员跟他讲说今年可以下葬，这犯了风水上最大最大的一个忌讳。八加五已经十三了，一把枪装不下那么多枪。对，在行进之间涉及还拆下弹夹，重新再换一个。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这样做呢？这次的情况是他累积下来赌出的金额是超过千万以上，对，所以他又请他的哥哥帮忙。请锁定富裕向前冲，一起来当大富翁。